欢迎收看 CPMTV 知世界杯特别版。大家好，我是欣妍，我是 Ferrix。Ferrix， 你昨晚有观看球赛吗？当然啦，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怎么能够错过呢？看你那么兴奋的关注赛事，让我考考你对世界杯的认识。放马过来。巴西今年是第几次承办世界杯？是第二次。这20届以来，世界杯的常胜军有哪个国家？当然就是巴西啦。巴西的记录有5次，而接下来呢，就是意大利有4次。有多少个比赛地点？有12个比赛地点，比如说有圣保罗、纳塔尔、巴西利亚。又有多少个国家参与这次的比赛？有22个国家。哇，果然难不倒你哦。当然啦。那你可知道教会最新动向？让我们一起来看报告吧。 Yes， 我都说了足球难不倒我。是啦是啦，厉害啦。可是比起上个星期六来到我们当中年轻人他们玩复硕的时候啊，你可差得远呢。是哦。那欣妍，你知道来临的星期六有什么活动吗？当然知道啦。Super Kids 在6月28号下午3点到5点如常进行。孩子们，记得邀请你的朋友前来，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护神给我们的梦想。而在同一天呢，年轻人，我们聚在这里照常进行哦。让我们继续保持着复兴的火焰，让我们爱主的热情永不消灭。Ferrix， 你有刚信主却未受洗的朋友吗？有啊。记得提醒他们，在受洗的前一天，即是6月28号下午2点，有C101加入教会课程。在6月29日星期天，我们将会举行洗礼的仪式。受洗的时间是下午1点，要受洗的朋友们请尽快向教牧同工报名。记得携带毛巾、衣物以及拖鞋，以便在洗礼之后可以更换。在7月13号。聚会后1点，有 C201 迈向成熟以及 MTS2 圣灵学校在3楼课室进行，而 MTS5 传福音训练学校会在大堂进行。请所有小组组长鼓励您的组员按照各自上课的进度来接受装备。传道书8章5到6节说，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，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。志明牧师将在世界杯期间分享一系列有关足球的信息，而6月28号及29号的主题信息为“球在你脚下”。邵俊兰牧师即将来到云顶 Peace Heaven 主持东岛晋升研经班之十架之道研经培灵，日期是7月14日到17日，星期一至星期四。而报名费是250令吉。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向蔡长老咨询详情。多祷告多有力量，少祷告少有力量，不祷告没有力量。在6月29号下午1点有复兴祷告会，请弟兄姐妹们在聚会后与牧师一起专心祷告，等候神。被称为黄金守门员的美国球员 Tim Howard 在10岁时被发现患有罕见的妥瑞氏综合症，他一直与病魔抗争，也因此磨练出非常坚强的意志。他曾见证说，能为梦想而活是很幸福的，但即使不能完成梦想，我也能感到平安。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合理的，但我有从基督来的平安，我有神的爱，这爱盖过了失败的感觉。不止如此，他说，我不是完美的人，其实我离完美很远，这是我需要耶稣的原因。我会失败，但我相信我是被爱的，而这爱让我活得有意义。 Tim Howard 还在今年的世界杯用他的行动来表达他的信仰，说道，我只是基督使者，上帝以奇妙的方式感动我。由于患有托瑞氏症，参加世界杯比赛或参加英超联赛，我都依靠神，因为不完美使他更专心依靠救主。
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让我们也和 Tim Howard 一样，以行动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爱与依靠。这里有几项温馨提醒，有携带小朋友的家长们，以下是教会为您的孩子预备的场所。一岁以下的婴孩，家长们可带到二楼的育婴室，一到三岁的孩童可到二楼的活动室，四到十二岁的儿童可随着主日学老师到三楼的主日学课室。正如 John Newton 博士所说，主日学一切学习的目的是让孩子认识神，从而爱他，学像他。主日学活动项目有赞美敬拜、游戏、圣经故事分享以及精美手工。为了确保聚会能顺利舒服进行，请把电话转为静音震动模式，以及避免随意走动。想知道教会更多的详情和最新动向，请浏览菲拉铁菲教会面子书专页。话说回来 Ferrix， 今晚的赛程如何呢？第一场是 F 组的阿根廷对垒伊朗，第二场是 G 组的德国对垒加纳，而第三场是 F 组的尼日利亚对垒波黑。看你这身的打扮，很明显是支持德国的咯。那是当然的啦，德国的团队精神很棒，纪律也很好，球员能攻又能守。提醒你哦，追看球赛的同时，可别忽略了每天与神亲近的时间。那是当然的啦。我是欣妍，我是 Ferrix， 谢谢收看 CPN TV， 拜拜。